要不要出去走走？我不了，我得把这章写完。曾老师和我说，读完一本书就要记录下来，让我多写一些读后感，梳理一下自己的想法。 我最近刚看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就写了一篇，你帮我看看，写的挺好的。 其实我不太喜欢这本书，男人自私，女人懦弱，我知道作者想说什么，但我就是不喜欢。你呢？你喜欢吗？沃伦斯基很爱安娜，为了她放弃一切，他们拥有这世间最真诚的爱情。可是激情褪去之后。 回到现实的时候，沃伦斯基就会发现爱情只是生活里的一小部分。他开始追寻生活里其他的部分。他曾经那么爱安娜，但是现在却后悔为他所放弃的一切：家族、名誉、社会地位。他开始对安娜不满，所以安娜最终会选择卧轨自尽，以牺牲生命的方式来报复沃伦斯基。沃伦斯基的后半生也得不到安宁。你说值得吗？爱一个人没有错，可是爱到迷失自己。 就是当从句的主语和主句的。跟小飞吵架以后，我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学习，和关河随口许下的年级第一的诺言，成了我唯一的目标。我知道，远在西安的徐小波，也在为他的目标努力。 小波，放假了也不出去玩？不出去了，还有一些功课没做完呢。你这也太努力了，前两天我刚看见跟我说你呢，说你呀天天在宿舍学习，门也不出，给我们压力啊太大了。哎，要不你跟我回家吧？我先回家，我妈呀给我做了红烧鱼，咱俩呀晚上还能顺便看看球。方便吗？方便呀，我早就跟我爸提过你，我爸呀特想见你。行，走呗。 走，别忘了这个。走，走，小波吃啊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吃。老听贺芝啊说起你，听说你是你们宿舍最用功的。就得这么刻苦才行。来，这是阿姨烧的红烧鱼，贺芝啊最爱吃的，你赶紧试试。好好，阿姨你自己来。 怎么样，好吃吧？嗯，我就说我妈做的红烧鱼啊，未央区一绝，是吃出来，确实好吃，阿姨。哎，小波，听说你上次月考考了你们全班的第5名啊？贺芝也不错，她考了我们班第7。
我们家这个混小子啊，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。贺志说你很勤奋，每天都是你们寝室最后一个睡觉的，是不是？是。这么努力学习，以后准备考哪里啊？爸，你怎么跟省饭似的？哎，爸关心一下嘛。叔叔，我以后想考到北京去。好，有志气。这个时代啊，就需要一些你们这样有志气的年轻人。趁着现在年轻，多出去走走看看，外面的世界啊，大着呢。谢谢叔叔提点。在这呢，叔叔给你几个忠告啊，你也听着，别只顾着吃。这个人活一世啊，草木一秋，我们呢，就像这个大树上的树叶一样，早晚要枯黄凋零。我们现在啊，正在历史的一个大节点上。92年，小平同志南巡讲话，说要改革开放，咱们现在就是一股改革的浪潮啊。何以解忧，唯有文章。小郭，今晚得给我挤一下了。行，没问题。哎，何哲，叔叔是做什么工作的？他俩去搞研究的，一天啊就喜欢指点江山，操心全世界。搞研究，我还是挺羡慕的。这些杂志都是你买的吗？不是，是我爸买的，每个月都有。那你要喜欢拿去看呗。行。在西安同学的家里，小波看到了未来的样子，那似乎是属于他的未来。他想快点了解，迫不及待地去大学里寻找。能内部通信，网络与网络之间并没有发生联系。于是呢，他们又成立了一个研发部门，而研发的主要内容则是让这些不同计算机的局域网互联互通。工作人员称其为 Internet Work， 简称 Internet。 OK，What is Internet？ 大家看，每个时代的发展都要求我们更快地连接彼此，交换信息，而每一次技术的升级，则是我们推开新时代大门的钥匙，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同学们，你们现在可以通过报纸来浏览即时的新闻资讯，可如果你想知道5年前的今天发生了什么呢？而互联网不仅能及时便捷地了解5年前的今天我们发生了什么，而且它能快速地拉近人们之间的距离，这就是互联网。看似远在几万公里之外，却又好像近在眼前，触手可及。同学们还记得互联网的特性是什么吗？告诉大家一个消息，今年5月，邮电部宣布向社会开放接入服务，这意味着我国12亿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和世界对话。当图灵第一次提出电脑，提出人工智能时，大家认为那是天方夜谭，可如今那些设想已经逐渐地变成了现实，而事实也即将证明，信息高速公路不是一纸蓝图，全球化也不再是一个梦想，而你们
则是这个伟大时代的见证者、亲历者。这是我下载之后复印的国外介绍互联网的手册，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拿回家看看。好，下课。嗯，拿回家慢慢看好吗？然后有什么问题再问我，好吧？嗯，谢谢。拿着。那段时间，为了让过把瘾热闹起来，六哥用了很多办法去吸引小城里的年轻人。这首歌谁的？不是我买的，没了，谁的？不知道是不是瞎买的。哎呦，现在听这些歌的人越来越少了。我爱听。最近才过把瘾，玩的怎么样？还凑合，你这人多热闹。那既然玩的还行，不如就考虑考虑留在我这儿干吧。我还上学呢。张俊觉得自己被需要了，对他来说，这种感受很奇妙，很有吸引力，即使他是危险的。而小飞，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。左心，你真行。王成，你也是，喝点酒就在这变身，瞧你点出息。乐队别干了，解散。走，都走！你们全都在放屁！我王征就是这个世界上弹琴最牛的人。哎，你们你有完没完？就算了，就算了啊！算了，算了。摇滚不死，我王昭也不死。王昭，王昭，走，你走，走。跟他们一样啊，也给我来劲。那个女的是谁？什么女的？王正，你真觉得我傻是吗？
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郭耀飞，你到底想我怎么样？我死给你看行不行？你去死啊！这话你都说了多少遍了？你去死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死的。你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？你说呢？你说你要带我走，我打工赚钱，除了你，我连朋友都没有了。你呢？你在干嘛呀？你在干嘛呀？行，我带你走，我们马上就走。我敢，你敢吗？我敢。不等过年了，下个月咱们就走。我在排练室等你，不见不散。好，不见不散。你也要走了，前几天我听说王慧也走了，现在你们都走了，就剩下我自己了。哎，你是要去别的酒店吗？要是有好地方，别忘了想着我。我就是出去打工。行李先给您放这儿，那我在外边等着。姐，你等我一下。哎，好，小马哥。小飞，你去后巷等我一下，我有东西要给你。你学会抽烟了？你在这上班啊？啊！哎，给你的，这是我最近攒的，你看看。这个水杯你开车的时候可以用，还有其他的什么牙膏、牙刷什么的，拿回去给你奶奶用。你看看，这么多啊？你应该已经在这坐了挺久的了吧？王真快过生日了嘛，我想送把新吉他给他。你天天都得来吗？啊，也没有，就周末的时候是全班，其他时间都是晚班。你放心，不会耽误我学习的。这儿安全吗？当然安全了，我们是正规的星级大酒店，不仅安全，晚上下班晚了还会有班车接送呢。你要买那吉他还差多少？我就直接给你添上嘛，省得回头你爸妈知道了。200，够吗？不用，你拿回去给你奶奶，没关系的。我这儿快结束了，我打算做到年前吧。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最近凑合吧，每天出车赚点钱，也比原来强点。我就知道你能干，保不齐过段时间啊，你就能上白班了。再过段时间，
你就能开上桑塔纳了。强大哥，你不是最喜欢跟车吗？让我来帮你算算，你还有多久能够跟车呢？算到了，一年以后。傻子。小飞，客人叫我了。你快去吧，晚上小心点。哎。那个，最近我也练了吉他，确实挺难的。谢了。再见，小马哥。我给你买一件衣服好不好？红色的大衣特别好看。你哪来的钱呀？还给我买衣服？哎，你咋又跑来了？赶紧学习去啊！赶紧去，快学习去。王铮呢？你怎么来了？我们乐队解散了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们就来收拾东西的。为什么？那他人呢？我们要去西安了，你们知道的吧？
哎，你就别为难我们了，赶紧回家去。不是，他人到底在哪儿啊？他一早坐车就走了，这大冷天的，你别动这，赶快回去吧。你，这他说什么话你都信呢？哥哥，你别骗我，他答应好要带我走的。你还看不出来吗？他自己坐车走了。你别哭啊，像他这种人，他连自己都照顾不好，他怎么照顾你啊？再说了，你才多大，你爸妈来找你怎么办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哎，我的傻妹妹，你以为她去西安是当摇滚明星吗？她就是个酒吧驻唱，她白天在刷盘子呢。她说的话，她自己都不信。你有完没完啊？我们好心劝你，你还不听。走。信我吗？等过完年，咱们也去西安找他。我也让他帮我出专辑。葛小飞，相信我。王真哥哥，王真哥哥，王真哥哥。不久后我将要离开那些死掉的眼睛，等雪融化的那天，我就要离开这里。我就是要在这儿，你们管得着吗？我死给你看，行不行？你去死啊！放开！不可能，不可能。去哪儿啊，美女？去西安。去西安啊？哎，我们也去西安，捎你的。谢谢，不用。走吧，大晚上都没车了。干嘛呀你们？走吧。我不去，我真不去。走吧。我不去。
做噩梦了？我怎么睡着了？我睡了多久？没多久，你最近太累了，睡一会儿是好事儿。没事儿，继续。不能再写了。你这么学有用吗？成绩提高了吗？又不是明天高考，我们不是说好了要打持久战，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吗？我没事，今天不学了。今天我请假，咱们出去玩，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停这儿吧，你怎么带我来这儿了？早就想带你来了，你不是没来过吗？在水一方他在水的中央。哎，谢谢。你不知道，你最近学的都有些不正常了，依然还问我你怎么了，出什么事儿了呢？有时候呢，我看见你学习，我会为你开心；可我觉得你学的不开心，我又为你担心。我没事儿。人就是这样的，道理呢其实都懂，但实际做起来又会有些困难。就好像我们的天性和那些真理都是相反着来的一样，你说是不是？也许就是反着的呢。你总有些莫名其妙的理论。谢谢你。其实我也不傻，我能看出来你对我这么好。你不知道吧？嗯，我嫉妒过你。这有什么？很多人都嫉妒过我，我优秀吗？不一样好吗？我们呢，从小就认识，你是公主。白天鹅，我是丑小鸭。初中那会儿吧，你拿了好多奖，学习还好，唱歌还好，写字还好看。我就找人打听啊，我打听到你不会画画，我还去学了一段时间美术呢，但后来没坚持下来。其实我也羡慕你啊。从小呢，我妈妈就教育我要守规矩，要懂礼貌，要很优秀。但是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哇，原来还有人能和老师这样顶嘴呢。其实我也没什么好羡慕的。你不知道吧，我爸爸不是我爸爸，我亲生爸爸已经去世了，车祸。十岁那年呢，我就和妈妈改嫁到了这里。我以前姓夏，现在改姓的关。也许是因为寄人篱下吧，
所以让别人满意，让别人喜欢，似乎就成了我的一种本能。所以我喜欢你啊，因为你不一样，你只让自己喜欢自己。我喜欢你就来找你了。我知道你跟小飞关系好，但我应该不算第三者吧。其实我这段时间这么学也是因为小飞，我总想证明我是对的，小飞是错的。我想证明那些不可能证明的东西。其实愚蠢的人是我。你和小飞到底怎么了？你们为什么不玩了？我们没有不玩。可是我听依然说，我永远不会不跟小飞玩的。走，回学校。哎，同学，啊，葛小飞去哪儿了？他好像请病假了吧？好久没来了。病假？嗯。谢谢。阿姨，我找小飞。小飞他生病了，不能见人。是传染病，你赶紧走吧。传染病。真的吗？你就让我见他一下吧，我不怕的。我都跟你说了，他不能见人，他也不想见人啊。等他病好了以后啊，你再来找他，好不好？你进来。小飞，我被人欺负了。三个人，就在上周，我想跟王正去西安。他走了。就出事了。事情就是这样。